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大头儿子和我们的迷你特工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曲曲蛋玩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出奇蛋，这是我们的蓝色和黄色。现在打开我们的出奇蛋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我们按照说明书上面的步骤来拼装我们的这一款玩具。用我们的这个长方形把我们的两个三角形合成一个大的三角形，这是我们的梯形。这里它是我们的圆柱，这是我们制作好的这一款战机。这是我们拼装好的这一款战机积木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
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